说我们布农族太凶了，所以不能放人头，所以我们都改放那个猪的骨头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家进去之前，我们要先，我们进去之前，我们要先认识两个植物。好，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？复活鱼。好，对，我们等一下我们进去，我们可以摸它，但是不要折它，因为如果被它的汁液碰到的话，我们会手会很痒。那是中毒还是痒？它会痒。好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大片的叶子？哦，这个比较大片的，这是咬人狗。咬人狗。对对对，被它碰到也是会很痒。对对对，但是它有解药，有它的地方我们都一定会有敷佛浴。哦。对，被它咬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敷佛浴，可以去给它，这样比较不会痛。对对。但是要记住一件事，就是你被敷佛浴用到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再用这个，对对，会更痛。这个只能用口水，不然就是用能量。对。如果你没有尿的话，你可以跟别人借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由这个老师带。等一下进去的时候跟着我。好，如果不断的包包，我们可以先放在旁边。好，记住一下，我叫米亮。如果有受伤的话，你大声叫米亮。米亮。有没有人要爬的？会很难爬吗？不会。对小朋友来说，非常简单。大人就不一定了。不会，我觉得我 OK。好，都要爬吗？爬。好，那包包放在那边，贵重物品放身上，零钱可以放。都放在哪里？好，刚刚那位妈妈，那位妈妈，你在我的后面。静云要爬吗？好，先等一下，我们先拉他。好，我们从这边。不跑了。我明明用走的，我就是我老公来说，你先爬上去。那我跟着你。你要用爬的哈，我就要看你用四脚。请我们两脚开始飞。上空。可以吧？我自己加油，我知道。可以拉你，很好的。那我爬那你这一段我再带上去。民主不爬。民主。这老公哪呢？你包包要带上去吗？还是不带？我带你们上去。啊，这很久吗？不会了，不会很久。大概三十分钟。你在这边也会被蚊子攻击？不会，他会自己弄咖啡喝。他这边有吗？放他一个，我姑婆玉加咖啡啊。旁边有猴子。旁边有猴子。还有猴子哦。你对啊，上去了。我喜欢穿短裙。校长讲有猴子。来了，都一定要爬。我们都要上去，来。因为猴子比较色。就好了。控制不了。你30分钟。走来。民主。这是猪。这是模型吧？没有，这是真的。真的。真的。这个很难对，好运哈，看就好，不要摸哈。那可以摸，可是不能再拉丝。好，我最好不要乱摸。你确定不要摸？我不要，我不要碰见它，好不好？弟，小心哦。粉红。啊，我放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好棒。真的啊。好可爱啊，真的。姐姐，你的墨镜要不要拿下来？要被我踩到一个烂。不要，看得清楚。可以。我这猫眼小，还以为有蜘蛛哎。不用摸。有蜘蛛哦。你都看住它。你都看住它。要小心一点。对啊。拿热水丢进去，它也会淋。等一下要沿路跳，然后不要移动它吗？我们要爬过它。哦，爬过它哦。再一下，如果要移动，一下一次，得力助手。你不要，不要这样子，那个地方这边都有蜘蛛，这个拍的非常好，今晚要泡它，然后上山下的，好好哦。哇，我喜欢那个人。好了，
该不会是你？我你晚上有没有按摩？这么多人，不用我也很想来安排，我一定会先问好。好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有人在跟我预约。没问题。预约什么？后面那个吗？这是我后面的后面。你后面后面是秉睿耶。那我后面后面的后面。反正就是秉睿妈妈吧。可能就是秉睿后秉睿旁边那个粉红色，忘记有没有下来爬？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忘记有过来。哥哥哥！明珠因为听到狗也来了，怕他毒留下来，狗就来找他。你后面有小黑纹哦。没关系，我正常。你多小黑纹。他找我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，就找你了。就掉下去了。我看起来比你不好吃。哪里怪了？真的，我先过。旁边有个洞，旁边那个洞。你爬得过去那个石头吗？可以。没关系，我帮忙牵就好。反正明轩啊，这是我们的助手。我帮你在底下垫着。明轩，你带给我们好大的安全感。真的吗？你说我过得去，你们大家都过得去。我们全家都很信赖你。我们两家啦。我两家啦，哦，两家，两家，两家，大家都觉得很 OK。来，你这只脚，你手扶着这边，然后这只手给我，这只脚跨上来才不会磨到。这还是我先走，来，我要走多久？哎，好，可以，来，出来一点。等一下，这么慢，怎么了？没关系。来，跨上来，好，来，走给我，来，好，用力，你左脚要用力踩上来，踩过来，嘿。再走，对，你都走这一条就好，你都走这一条就好，不要牵着那个旁边磨到那个，对，到这边来，对，来走那边，来，这只手也给我，来，脚都被钉，来啊，来，好，有一点点跳下来，看来这边是紧的 ，OK， 好，看，不会不会，姐姐可以吗？我除了拉你，顶多就是溜滑梯溜下去，好，你手肘撞到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你的手分支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对，哦，姐姐要抱你，怎么了？然后后面我都抱不动，这只手扶着线，然后可以可以可以，干嘛？手给我，来来，后面前面还有我先练过去，可以吗？你还给我穿裙子爬山，小心不要滑倒了。这个很邪恶，小心小心，来。下长辈吗？够高了，够大了。哇，你很老哎，你这么确定？你老快了，你的头发这么的老。天气好滑哦，这个。注意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啊。空姐，空姐，这一群都是。老师啊，对，老师在深山里听到这种有点缠绕的感觉，我也是的。会要偷拍？哎，女儿在跳，对，就是女儿在跳，而且是三个小孩的口中在那边对话。姐姐走到最好了，你是救我们，现在仰望着杨喜爸爸。我先往上去，我在底下救你。接下来往前走，没问题。他手拉着，好好玩的，我最喜欢爬了。谁是谁？是谁真的喜欢他？这很像朱老师以前带他们去的地方。是带过这种。有李秉睿。阿妮，你下学期就有了。二五班。下学期你就有机会了。超爱爬，要拉回去很稳上哎。放水啊！好厉害，这是我就是像这样子的。对。啊，我儿子那种爱干净，他就说好恶心。朱老师很喜欢那种大自然。对，喜欢那种放学大自然的感觉。下面那个妹妹是怎么上去的？对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用卡在。等一下，踩在斜坡上面把它下来，缓缓缓。别跑，你会不会跑在前面？不是不是，不要等一下再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在这里很。等一下，人都走上去，我们再一起上去好。对，在我儿子后面是不是？弟弟，你不要太前面。待会怕的是人石流。人石流，都知道。不见了，那校长你要帮忙哦。校长在最后面吗？对，我在最后面闪边，压你，压走。对，在中间的比较倒霉啊，最上面的很好，因为底下有很多肉垫。记得拉住两边。钟汉，要不我先上去拉你？好，来。但是你过
什么话嘛？你怀疑我，真糟糕。